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。嘻哈天团顽童 MJ116 金石即将一连红蛋开唱三天，没想到唱到第三首 MJ Fresh Time 中断时，耳机却出现状况，声音完全消失。随后首次表示音控主机挂掉，需要重开机，我会补给你们。演唱会只好中断，让歌迷前等了48分钟。顽童首次以个人团体身份红蛋，今晚第一场却因控台挂掉大突锤，耳机麦克风都频频消音，不仅顽童傻眼，全场 1.1 万粉丝也相当诧异。演唱会足足空摆了27分钟后，顽童再次出现在台上，无奈向歌迷致歉。瘦子表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状况，先跟大家道歉，真的是蛮严重的问题，所有工作人员都还在处理，需要一些时间，我很谢谢大家还留住，并无奈宣布还需要抢修30分钟。瘦子也打趣说，这是我们顽童第一次小巨蛋，第一次这样的状况，也不错啦，蛮另类的。演唱会喊卡48分钟后，顽童终于再次上台开唱，工作人员表示因主机当机已重新开机完毕，不过技术人员查不出问题点，状况恐再次发生，为了不让粉丝前等，顽童决定上台赌一把。瘦子也在台上霸气喊话，今天一定会超时，但是 fuck that， 会把完整演唱会唱完，这是你们应得的，听完就是自己人，就是老乡，我该给就会给，我全部还给你们，惹来全场歌迷疯狂尖叫。瘦子宁愿超时也要把演唱会唱好唱满。记者王文林社，顽童 MJ116 成员小春。记者王文林社，顽童演唱会因控台出包，歌迷在无冷气状况下哭等48分钟。记者王文林社，顽童 MJ116 成员大冤。记者王文林社，